团去的时候，我和大哥也在探讨过。其实，其实我们都，这已经很对得起你自己，还是有好多地方觉得不是很满足，就是没有做到最好。因为其实这不怪什么，是我可能当时不知道是不是入戏太深了，反而我对大哥，更何况大哥你武力过人，我们兄弟二人我就定能化险为夷，不是很怎么说呢，很主动想跟他探讨就是剧的这一方面。我不知道是我真的带入进去了吗，还是就是觉得我蔑视历代宗主，他好烦，这样大哥好烦，都将自己囚禁于此。但是啊，到日后我反正现在我跟大哥特别亲，就特别是拍完剧以后，你我怕是就是觉得很不同寻常的缘分。现在跟大哥就感觉是大哥也是那种罩着我的感觉啊，但当时拍剧的时候情感完全不一样。大哥在戏里面凶得很，怕得要死。事已至此，咱们兄弟二人今日也算跟列祖，因为我也不是属于那种比较自来熟的性格，所以我见到大哥那个样子，我看大哥也是前辈嘛，所以就是那一种。有我大哥没有表现对我是凶的那种状态，从来都没有。只是我当时觉得就要就是生理反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生理反应，觉得说明此地外界相通。但这一件事情我还是有一点蛮后悔的。其实觉得我们可以更好，包括我们在就是没有开机前的训练，我们俩的戏是也训练的也是蛮多的，就是你会看到。大哥，好生奇怪，这壁画上的妖兽为何见刀不？对，真的是有种本能的害怕。是看向其他，就是也很想跟他探讨剧，但是点到为止，不能探讨太多。